要想伤害小五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给我拿下！何人擅闯武魂殿？想对小五出手，他们说小五的真身是十万年魂兽。不自量力的家伙，燕，拦住他们！哼，又是你们，见识一下炎魔真正的实力吧。别急，让我来辅助你。七宝有名，几元力。来助你。岳长老，敢阻拦者就地处决。你也来了，他们要抓走小五。一只共进封印，那我便成全了你们迷魂境万朵花开。七宝有名，一元力。竟然也是双生武魂，吸引你到此为止了。七宝有名，二约素。今日史莱克心智一同，跟武魂殿拼了。太好了，三哥，别忘了我们，超级恢复大香肠。七宝有名，三约魂。花，一只小鬼，就凭你们也敢动我的儿子？唐昊，你敢？不想拦我，不妨就来试试。孩子，前面就是诺丁学院了，你的老师正在校门外等你，带好你的随身物品，赶紧过去吧。
点击任务面板开始斗罗之旅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是玉小刚，你可以和别人一样叫我大师。你在诺丁学院学习期间，我会教你各种关于武魂和魂兽的知识，不过现在先跟我去办理入学手续吧。沈老师，这是我的学生，今天刚刚转学过来。原来是大师的弟子，把手放在水晶球上，先测试一下魂力吧。竟然是先天满魂力，看来诺丁，现在你的入学手续已经办理完毕，如果还有其他疑问，就向你的老师请教吧。